实在就是 SUM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加油汽车。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台2007年三代 CRV 2.4EXS 四轮传动的车型。它新车价是97万9，目前公司售价是328,000元整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。那我们来看引擎的部分，它是搭载 2.4CC 自然进气的引擎，并搭配 CVT 五速手自排，可以释放出170匹的马力跟22.4公斤牛顿米的扭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内装的部分，它是 EXS 顶级四轮传动的车型，所以它有标配方向盘控制键，然后还有电动收折后视镜，然后目前它的里程是19万多公里，里程有保证，然后它包含主机都是原厂 Honda 配置的原厂主机，并且有左右恒温空调。然后顶级的车型当然就是有做天窗的配置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行李箱的部分。也是有做64分离的座椅。今天这台三代 CRV 在市售是非常经典的车款，而且车主保持的状况非常的完整，然后全车是原厂的系统，并没有任何的改装，而且它又是属于顶级车型才选配的黑内装。所以它包含前座、后座跟仪表部分内装都非常的完整，所以如果有考虑想入手正 L SUV 修理车的车主，这台很符合大家的需求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加油汽车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台2007年三代 CRV 2.4EXS 四轮传动的车型。它新车价是97万9，目前公司售价是328,000元。如果有想入手修理车的朋友，可以到台南加油汽车现场赏车。谢谢大家。实在就是 SUM。